时间2018年9月9日到9月30日举办 B 意大利保加利亚赛制第一阶段小组赛，9月9日到18日 A 组，意大利佛罗伦萨、意大利、阿根廷、日本、比利时、斯洛文尼亚、多米尼加 B 组，保加利亚落赛、巴西、加拿大、法国、埃及、中国、荷兰 C 组，意大利巴黎、美国、俄罗斯、塞尔维亚、澳大利亚、突尼斯、喀麦隆 D 组，保加利亚瓦尔纳、保加利亚、波兰、伊朗、古巴、芬兰、波多黎各。24支球队分成四个小组，每组6支球队进行单循环比赛，根据胜场和积分进行排序，每个小组前四名晋级第二阶段16强。第二阶段复赛分组，9月21日到23日一组，意大利米兰 A1 加 B2 加 C3 加 D4 F 组，意大利博洛尼亚 B1 加 A2 加 A3 加 C4 G 组，保加利亚索菲亚 C1 加 B2 加 B3 加 B4 H 组，保加利亚瓦尔纳第一加 C 二加 B 三加 A 四，四个小组第一和成绩最好的两个小组第二晋级第三阶段六强赛。第一阶段的成绩带入第三阶段六强赛。意大利都灵9月26日到28日二组 ，EEF 一抽签 ，GEH 一抽签，两个成绩最好的小组第二中的第一名这一组 ，EEF 一抽签 ，GEH 一抽签，两个成绩最好的小组第二中的第二名。第四阶段半决赛。决赛，意大利都灵半决赛9月29日 IEVFJ2JEVFI2 铜牌赛，冠军赛9月30日赛程中国队小组赛，赛程北京时间9月12日周三19点中国 VS 法国，9月14日周五22点中国 VS 荷兰，9月15日周六22点中国 VS 加拿大，9月16日周日22点中国 VS 埃及，9月18日周二22点中国 VS 巴西。中国男排世锦赛14人名单，主攻四，季道帅队长，杜凯翔、刘立斌、张景毅二传三，毛天一、于辽晨、刘萌副攻三，陈龙海、饶书涵、尿感同接应二，江川、唐川航自由人二，佟佳华、马晓腾。第一阶段小组赛赛程北京时间9月10日周一1:30 A 组意大利 VS 日本1:40 D 组保加利亚 VS 芬兰9月12日周三19点 B 组法国 VS 中国20点 C 组喀麦隆 VS 突尼斯22点 B 组荷兰 VS 加拿大22点 D 组伊朗 VS 波多黎各23点 A 组多米尼加 VS 斯洛文尼亚23点 C 组澳大利亚 VS 俄罗斯9月13日周四1:30 B 组巴西 VS 埃及1:30 D 组古巴 VS 波兰2:30 A 组比利时 VS 阿根廷2:30 C 组美国 VS 塞尔维亚22点 B 组埃及 VS 加拿大22点 D 组波多黎各 VS 波兰23点 A 组多米尼加 VS 日本23点 C 组澳大利亚 VS 美国9月14日周五1:30 B 组巴西 VS 法国1:40 D 组伊朗 VS 保加利亚2:30 C 组喀麦隆 VS塞尔维亚3:15 A 组意大利 VS 比利时22点 B 组中国 VS 荷兰22点 B 组芬兰 VS 古巴23点 A 组日本 VS 斯洛文尼亚23点 C 组澳大利亚 VS 喀麦隆9月15日周六1:30 B 组法国 VS 埃及1:40 D 组保加利亚 VS 波多黎各2:30 A 组阿根廷 VS 多米尼加2:30 C 组俄罗斯 VS 突尼斯22点 B 组加拿大 VS 中国22点 B 组古巴 VS 伊朗23点 A 组比利时 VS 斯洛文尼亚23点 C 组塞尔维亚 VS 突尼斯9月16日周日1:30D 组荷兰 VS 巴西1:30 D 组波兰 VS 芬兰2:30 C 组美国 VS 俄罗斯3:15 A 组意大利 VS 阿根廷22点 B 组中国 VS 埃及22点 D 组波多黎各 VS 芬兰23点 A 组日本 VS 比利时23点 C 组喀麦隆 VS 美国9月17日周一1:30 B 组荷兰 VS 法国1:40 D 组古巴 VS 保加利亚2:30 C 组塞尔维亚 VS 澳大利亚3:15 A 组多米尼加 VS 意大利22点 B 组埃及 VS 荷兰22点 B 组古巴 VS 波多黎各23点 A 组比利时 VS 多米尼加23点 C 组俄罗斯 VS 喀麦隆9月18日周二1:30 B 组巴西 VS 加拿大1:30 D 组伊朗 VS 波兰2:30 A 组阿根廷 VS 斯洛文尼亚2:30 C 组澳大利亚 VS 突尼斯22点 B 组中国 VS 巴西22点 D 组芬兰 VS 伊朗23点 A 组日本 VS 阿根廷23点 C 组美国 VS 突尼斯9月19日周三1:30 B 组加拿大 VS 法国1:40 D 组保加利亚 VS 波兰2:30 C 组塞尔维亚
VS 俄罗斯3:15 ，A 组意大利 VS 斯洛文尼亚。